巫统老大老二今天早上拿到内政部长的免战金牌，确定两大高职亮绿灯不用竞选。不过与此同时，网络上却煞有其事的流传一封社团注册局的信函，指不开放竞选的决定无效。滴答撒，远在沙拉越的当事人巫统主席阿莫扎西被记者问到时，这场面嘛，Hari ini untuk kek projek luar bandar aja. So I'm safe. 看扎西笑得这么开心，就不知道他这句 I'm safe 我安全了，是指自己逃过了回答记者的问题，还是说自己守住了巫统一哥的宝座，安全无忧了呢？看过扎西的36计走为上计，说回这个让他逃之夭夭的课题，事情是源于今天内政部宣布，根据社团法令第70条文，决定豁免巫统不公开竞选两大高职的决定。然而这边内政部才批准，另一边厢网络上就流传出截然不同的版本，还直接贴出了一封声称是社团注册局的信函，内容表示巫统不公开让党主席和署理主席竞选的决定违反了党章，相关决定是无效的。哇，一个亮绿灯，一个说 no， 完全是天差地远。已经被扫地出门的凯莉在 IG 即时动态就转发了这封信，质疑如果这是真的，那就表示巫统不开放两大高职竞选是无效的，还意有所指地说这样的决定却被内政部长给豁免了。还有一党领袖是直接在国会上质问内政部长，要求给出解释。Kalau inilah amalan yang dilakukan, adakah pertubuhan lain boleh mencontohi atau menjadi presiden kepada perkara ini? Adakah ini satu binding presiden kepada semua pertubuhan-pertubuhan, termasuklah pertubuhan di sebelah sana atau pertubuhan di sebelah ini?截至目前，除了达基尤丁，陆续还有公民组织，包括国际透明组织大马分会和竞选盟，都开声要求部长解释，否则难免会让人质疑背后存有政治考量。那你又是怎么看呢？欢迎留言交流。喜欢这支影片，不要吝啬点赞和分享出去。更多国内外新闻，记得留守热点 Hotspot。